快炒，下蛋下料，再加入白饭。白饭炒到入味，起锅后重头戏登场。肉片来回拌炒，均匀涂酱料，直到上色，再一片片铺到炒饭上头。但别以为这样就结束。对，满满的葱花。一大碗葱花大方撒上去，中间再摆颗蛋，才算大功告成。但想吃还有小配包，从蛋黄搅碎，跟葱一起拌，跟肉蛋液蛋液，然后一口一口吃，这样。这碗炒饭高刚又浮夸，让人看了口水直流。但可不是想吃就吃得到，因为一天只限量30碗。非常的好吃，对，然后满满的葱花。在台中不只有浮夸系炒饭，这里也很夸张。蛤蜊霸气端上桌，哔哔啵啵，煮熟爆开，用看的就很疗愈。整个锅都是那个蛤蟆酱汁，味道蛮鲜，蛮好吃的。4公斤重的蛤蜊放在浅锅当中，逼出鲜甜汤汁，配上肉片青菜，一吃就上瘾。不管是霸气蛤蜊锅，还是浮夸炒饭，都是希望让消费者视觉味蕾一次满足。记者陈翠徐文章，锦城台中采访报道。